啊，这个要甲大家服务的哦，是红色。总共伫个易碎节这个期间，来各位再看一下哦，十三、十四、二十九、二十二，中间干那十九，迄个是拜五，所以下晡时一班俩。春的时间拢是早起一班，下晡一班，所以总共有九班。什么时间呢？就是早时的九点，下晡的两点，伫后火车头，阮文化人道的志工会伫遐等大家。然后车班到位，咱大家上车，带恁去倒。即届红线要行伫月牌迄边去，东安、新群，啊，甲即个罗庄，迄风景阁真水，出去外口看一片绿油油。希望咱外围的来宾，也是咱市内、咱镇内的乡亲，会当体验到即摆观光巴士，啊，陪咱同齐来去。啊，我相信，每一撮来坐，阮的志工团会含你讲东讲西。甚至遐的一寡名胜古迹，甚至你平时拢无注意的，我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，感谢大家。你讲下面几个人想随便导览了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。好，来补充介绍一下哦，这个路程呢会当看到咱一个宜兰的名山哦，大家拢唔知影，叫做碎花棋盘角。哦，未歹一条路哦，真是啊，真正是咱宜兰的名山哦，大家拢唔知影有这个名山。第二项呢，有一个所在呢，我昨昏咧甲校长讲吼，那伫遮吼徛着安尼吼，我讲男生啊吼，十波放一副油吼，拄我同我好放三个乡镇，吼、哦，咱老乡镇，啊五个乡不同怎样，吼、哦，这一个安尼吼，很有趣啦，拄我伫咱的路途当中安尼吼，谢谢大家。今年不用你走，车子走啊，范围够较广哦，谢谢，欢迎您来哦。好，啊，今麦来介绍吼，咱。